要得到你。很好，最近都没有跟网友联络。我刚去看医生了，医生说就只是小感冒而已。他开了安眠药给我，叫我等下多休息。晚餐哦，晚餐的话，我想吃清淡一点的东西。木人打给我，先这样子啊。喂，木人，我刚刚到家。对，是立晨。你不要生气了，他没有一直烦我。好。那我现在马上去休息，好，拜拜。我早上门没关了。我会在你清醒的时候亲你。怎么？没事，赶快进去。没事。
啊，对了，腾腾，你家里不是还有放你珍藏的红酒吗？我要喝正常的红酒。小叶，你这个酒量不行啊。应该是心思回来了。奇怪了，不是说要忙吗？怎么突然跑回来了？我就知道家里的早餐一定很丰盛，所以我特地回来吃早餐。聪明，我去帮你拿碗。好，爸，坐。谢谢妈，多吃一点啦。嗯，等一下吃完早餐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好。我们那个鱼很好吃哦。嗯，好。我就知道是那时候掉的。你为什么要攻击我室友？我不喜欢他。就算你真的不喜欢，你也不能动手打人啊。而且你根本就不认识他们，他跟立成平常都很照顾我，我也可以照顾你，傅永杰，我是很认真在跟你说这件事情。对不起，你要道歉对象不是我。好，我去跟他道歉。你前几天跑来我家了，嗯，你怎么会有钥匙？有一次你把它忘在家里，我拿去还给你之前赔了一副。你以后随时想来我家，我都欢迎你，你不需要自己偷偷跑去打一副钥匙。我不喜欢你两个室友。你到底是哪里来的敌意啊？我喜欢你。我知道你喜欢我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我也喜欢你啊。就跟你说，傅永杰是医学系的姑娘，不会参加任何社团，你就非试不可。我以为他是傲娇，没想到真的是座冰山哎！连看都不看我们一眼，你还不想他喜欢？有发现他跟西上哪个男生走比较近吗？没有，可是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慢慢观察。对，走吧，我们就走。
今天晚上我已经约好了牧人，你要当面好好跟人家道歉。好，不准摆脸色，要真心诚意的道歉。我会的。你呀，用功读书是很好，但是不要太累。你看，你刚才都睡着了。嗯，知道了。还有啊，别光顾着读书，有时候多参加一些社团，多认识一些人。反正我有哥就够了。哥哥是哥哥，朋友是朋友。我不管。好了，你晚上不要迟到，我先走了。嗯。哥，你来找我，我真的好高兴。好，有空我会多来看你的。嗯，先走了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不要太累啊。好，知道了。让永杰请。怎么可以让新朋友请客呢？我都确认味道了，你还认不出人吗？是你啊，李，他今天就是来道歉的。你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你不要打他好不好？一码归一码。他造团团这笔账一定要算，不过看在你的面子上，可以轻一点，放手。牧人，真的很对不起，今天原谅我弟，他就是个性比较偏执一点，才会一时冲动打了你。我保证以后绝对不会了。你求通通也没用，说要揍他的是我，我这个人说话算了。算了，就是一个怕哥哥被抢走，占有欲很强的弟弟。我们做大人的。不能小心眼。OK， 腾腾说不能太小心眼，那就算。改天光明正大打一场，怎样，小鬼？好。立成有在练身体，你打不过人家了，赶快道歉。打完再道歉。傅永杰，不错吧？我只有这些钱，点餐吧，多了自己付。你现在要睡这，可以到我房间跟我挤一挤啊。要一起睡，往后有的是机会。我生日快到了。对耶，你生日快到了，今年20岁，对不对？时间过得好快啊。帮我过生日，就我们两个。就我们两个。就当作是你给我的生日礼物，带我出去玩。好了，我来试。别扭吗？还是你不喜欢？不会啊。不过可能因为我们是兄弟吧。
喂，小鬼，我订好场地了，来打一场吧。现在。好。我不痛，怎么可能不痛？不痛，你刚刚跪在地板上。你自己压着。跟过来干嘛？步兵不会肿起来的。对不起，我说谎了。我好痛哦，你可不可以像之前一样抱我呼呼？你又不是小孩子了。可是很有效，你呼呼过后就不会痛了。永杰，你怎么了？有人打你还是你自己跌倒了？我帮你好不好？我们动作要快，等一下妈咪回来看到你这个样子她会很生气哦。让我帮你好不好？忍一下，我等一下还有个很厉害的魔法哦。好。好。接下来呢，我要准备施展魔法喽。痛痛飞，飞到天空飞不见。好了，以后如果你感觉痛或是不舒服的话，都可以来找哥哥，哥哥再帮你施展魔法，好不好？那手臂上的伤。让我帮你好不好？那时候我觉得你很好笑，毕竟我都已经十岁了，又不是三岁。哎，那也是我第一次哄小孩啊。我现在想起来，我也觉得有点蠢。可是，在那之后，我故意挑你在跟朋友讲电话的时候，不然就是你看电视看得正精彩的时候，还有你熬夜用功准备考试的时候。帮我呼呼，你真的不管在做什么，你都一定会帮我呼呼。所以你都是故意的、啊？对，我是故意的，所以我也付出代价，变得好喜欢，好喜欢你。我也很喜欢你啊。我要的不是这个。那你要什么？
你生日想去哪？有想法吗？我想两天一夜。两天一夜哦，那可能要等周末哎。Simon， 好久不见， Frank， 好久不见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刚在健身房啊，我才在想说最近怎么都没看你去 G Heaven 哎。他是我弟。哦，你好，我是 Frank， 你哥的朋友。永杰，你想去哪里？你再传来跟我讲。走吧，我们去喝咖啡，我载你。好，走。那你再跟我讲啊。走了。你好，请问需要什么样的服务呢？我有订房间，谢谢。好的，请问想要什么样的房型？请问有一大床吗？为什么一大床？上次你不是说想跟我一起睡？没有啦，上次是因为你睡地板，我怕你着凉啊。这次今天我生日，我想跟你一起睡。那麻烦给我一大床，谢谢。那这里是我们的住宿登记表，麻烦您帮我填写一下。好久没有来海边了。我也是。你不是很喜欢海吗？对啊，只是我不喜欢自己来。你可以跟你的同学或者你的朋友一起来啊。我不想。来海边真好，很舒服哎。对啊。哎，走吧。哎，等一下。这什么？防晒。现在这个天气也不用擦吧？还是要擦，还是有紫外线。来，我帮你擦。你给我一点，我前面自己擦。不用，我一起擦。哦。不玩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。
有没有吃饱啊？有啊，吃很饱，而且很好吃。谢谢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。我只想听你唱。不好意思。祝你生日快乐。谢谢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谢谢。好，赶紧许愿。我希望我爱的那个人可以永远开心，永远幸福，然后他能得到爸爸的理解，不会难过伤心，再也不用离开最爱的家。生日快乐，文杰。你愿望里爱的那个人是谁啊？我怎么都不知道。你不知道的事还很多。还有什么？我还会调酒。你会调酒？我高中可是调酒社。看来我不知道事还真的很多哎。我来调一杯属于二十岁滋味的酒给你喝。这个酸酸甜甜的很好喝哎，好喝吧？我还会调彩虹酒，这么厉害哦？当然。这杯也很好喝哦，我来喝喝看。这也很好喝哎，好喝吧？嗯，你喜欢什么颜色，我都调得出来。可是明明就是你生日，应该是我调给你喝吧？不然你教我，我调一杯给你喝。好啊，赶紧来，来。那我就从搅拌开始教你。好啊。首先，我们先倒基底酒。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好，来，你喝喝看。好喝吗？很好喝哎。还是你来调。
谢谢。喂，老师。帅哥，帮我调一杯漂亮的酒好吗？我调的酒后劲很强，为了安全最好不要喝。他都可以喝那么多。因为他有我。心思，心思，嗯，你还好吗？嗯，走，我们走吧。嗯，走，走，小心。可以这样碰着你，终于可以拥有你，心思，叶心思，嗯，你还认得出我吗？你是永杰啊。对，我是傅永杰。我现在跟你说我爱的那个人是谁好不好？我十岁那年，他突然闯进我的生活，一直对我很温柔，从来就不会对我说不。到了高中那一年，我就发现自己爱上他了。越来越爱，越来越爱，爱得好难过，好痛苦。这么痛苦，那你不要爱了。不行，我已经很爱很爱了，就算再痛，也不能不爱。那个人是谁？我去帮你跟他说。就是你啊。
怎么这么早回来？现在才快十点而已，这么早退房很亏耶。发生什么事？小叶，你干嘛？我跟我弟上床了。什么？你怎么有钱？我说过，我会在你清醒的时候亲你。凤姐，昨天晚上是我故意灌醉你的。说什么？不管愿不愿意，拥有你是我送给我自己20岁的生日礼物。因为我爱你，我想要你只属于我一个。你到底在干什么？你到底在想什么啊？我是你哥哎！不是我哥，我也不想要你当我哥。我从小到大都没有想要叫你哥。我不想看到你，你走。小鬼，走了，别讨人厌
傅永杰，在干什么啊？你来了。你到底在发什么疯啊？你为了让我理你，这样逼我是不是？好啊，你现在才会把我逼来啦！你现在马上给我下来！上来啊！你到底在胡说八道什么东西？你马上给我下来！我不是要跳楼，我只是想让你明白我对你的感情。你上来，我求你。上来啊！很可怕吗？废话，这里这么高，摔下去会死哎！你现在还笑得出来？这就是我的感觉。什么？我七岁那时候的感觉。爸突然死掉了，妈为了生活，每天忙着赚钱，我只能借住在不欢迎我的亲戚家里。世界一下子就崩塌了，就好像站在这么高的女儿墙上，风好大，但是却没有人拉着我。其实我很害怕，但是我不能表现出来，因为那会让妈担心。我只能靠我自己站稳。一直到我十岁的时候，你出现了。永杰，永杰，在我妈妈过世之后，我也很常一个人跑来这里。爸爸工作很忙，都没时间照顾我。有时候我也会觉得很孤单。我怕爸爸再婚，后妈不喜欢我。但我最害怕的是我妈妈被遗忘。可是当爸爸带你们回来我们家的时候，我才发现，原来我的疑虑都是多余的。我喜欢你们，你们就是我的家人。姐，以后我就是你哥，你可以依靠我，我绝对不会放手的。那我们走了好不好？我还是站在这里，风继续吹，可是你主动牵住我，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，我可以依靠你，你不会放手，
就算我冻得全身都是冰，还是你的手很温暖。就算风再大再冷，我都感觉得到你给我的温暖。所以不要不理我好不好？我很喜欢这份温暖，我已经没有办法失去这份温暖，所以你不要不理我好不好？睡着就跟猪一样，吵不醒的啦。他睡了一个下午。没事啦，他这几天失眠，每天睡不到几个小时，现在应该是一下子爆发了。这个啊，没到明天早上不会醒。放手。可是如果他突然醒来呢？那你也不能让他这样卧着一整晚都不吃饭啊。哎，妈。你看，不是没事吗？多等他吃完饭，你再把手塞回去嘛。好了，吃饭了，吃饭。好。你难得平常日回来啊，今天陪你爸喝一杯。好。爸比，信思明天还要上班呢。一杯，就一杯。妈，没关系了。啊，你们喝，你们喝。你看你爸多开心啊！你有空要常回来哦。嗯，你不要给他压力啊，工作忙，有时间就多休息。不一定要往家里面跑，我以后会常回来的，爸。不要勉强啊。不过要回来啊，提前跟你妈讲一下，让她给你做好吃的。嗯，好。来来来，你先吃点东西，这样子喝酒才不会伤胃啊。好。妈咪。嗯。要帮永杰留菜。好啦，我知道。爸，我敬你。嗯，就这一杯了，不能再喝了。哎，你很严格哎。不然呢？偶尔喝一下嘛。那你也喝一杯。对啊，妈你吗？不不不不，我看你们两个喝，我就很开心。
早安。你怎么那么呆啊？一看你把他吓的。傅永杰，你醒啦？赶快刷牙洗脸啊！你还在？嗯。你哥昨天晚上睡家里。所以你回家了？只是一个晚上。不会只是一个晚上，会有很多很多晚上。我会让你回家的。你是睡到呆掉了？那你哥想回家，随时可以回家，是哪里需要你让他回家？妈咪啊，嗯，你儿子睡糊涂了，他难得那么呆，是不是现在年轻人说的什么呆萌啊？萌什么？傅永杰，你动作快一点啦！等一下跟你哥一起去捷运站，你上学要迟到嘞。有没有听懂啊？我说我会让你回家，你什么都不用怕。来，坐下来吃早餐。不行，反正这周末我不会回家，让你知道一下。我也要去。牧人只订了一间三人房。哪一间？我现在就订。永杰，你不要一直追着我跑。之前发生过的事就当作没发生过，还是一家人，好不好？我还以为你永远不会再提我们上床的事。不过现在我倒希望你不要提。我不可能当没发生过，我已经拥有你，我不会放手。你对我只是雏鸟情节，也或许是一时的依赖所产生的迷恋，那不是爱情。你根本不了解我。永杰，
帅哥，搭车吗？哎呦，这台车坐得不错哦，可以搭，走吧。哎，等一下，那个永杰应该快到了。啊？那个小鬼也要来啊？嗯，我邀他来的。他来了。这给你，我早上打的蔬果汁。谢谢。我了解他，你是羡慕嫉妒恨吗？你也可以自己找一个啊，旁边不就一个现成的。好啦，我们赶紧上车吧。包给我，谢谢。来来来来来来，你看完了？还没。不过我相信你，你是了解我的。因为我离家出走之后的伤心，还有献出初吻之后的难过，你都明白。你不高兴啊？怎么了？我说你了解我也不对啊。还是我说初吻两个字你生气了？我对你不是雏鸟情结，更不是依赖产生迷恋，是你努力取得我的信任，让我喜欢上你给我的温暖。爱情是什么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有你在我是满足的。我想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，不想放开，就只是这么简单。听你说这些话，其实我很感动，可是我不知道我对你的感情是爱情还是心软。永杰，只要你给我机会让我追你，我一定会让你爱上我。你对你自己这么有自信啊？因为我是你最好的选择。